だけの証拠もどうでなのか。要是发生了什么，你不就救不了我了吗？ゆだいそれがよもう，还说你。そうだよいいか，听好喽。あぶないことはするんじゃない。啊，你别做些危险的事。こっちは心配で，我会很担心你呢。そんなの兄さんだって。啊，哥哥你才是说那种话。彼此彼此吧。でも嬉しいかだぞ，但是很开心呢。大きくなったな，你长大了呢。好啦，快开门吧，之后就跟着你走吧，哥哥。嘿，走吧，再不走打你哦。嗯，そうだね。ここは僕の家，这是我家。やった，太好了。やったぞ。無事に帰ってくれなんだ。平安无事回来了，兄さん，哥哥。啊，よかった。兄さん，太好了呢，哥哥。無事だね。没事呢。啊、好了，去准备晚餐吧。啊，僕に空いたし，僕をお腹空いたし，我也饿了呢。今天就来给，心情很好，就给哥哥开个敬意罐头吧。好了，总之我马上就把晚餐弄好，等我哦。これから頑張ろうからね。我会再加油呢。哥哥本来就是因为救弟弟才变成这样的。心情好吃罐头，心情不好只能吃干粮了。啊，要不要看一下 Happy End 的提示？啊，在卡恰的心中，把某个东西收集12个呢？啊，可能躲在沙发或者躲在柱子之类的，好好调查吧。哦，好吧，那要把拼图拼起来了。我直接去找攻略好了。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找攻略，我就不想慢慢试了。OK， 好，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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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到底多讨厌那个弟弟啊！哎、欸，这游戏不能 skip 对不对？
不能 skip 有点麻烦，只要一直按空，只要一直按特键了。没办法，不知道这个现实世界上最不缺就是智障吗？哎，如米安，啊，反正快，快点，快加速，加速，加速！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个，我不是很在意这个米粉啊，我不是故意的啊。哎呦，对不起。哦，弟弟出现了！哦，不知被敲了倒了。看，我相信真结局就正常。真结局哥切真结局之后，变成三个都智障了，他们三个在房间。你不觉得这样结局很神吗？看，我觉得这种真结局，如果三个都变智障才好。看，不行不行，我觉得如果这样，我输个游戏，一定要真结局，三个人都变智障。对，一定神作不能只有我玩。哦，我想起来了，几只你欧莫西罗，这里吧。这个女的要那个吧。玩到爆炸，搞不好很好玩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妈几神作好吗？这公司妈几神作。快点啊，这喜憨儿！其实我刚才想，算了，
们到底觉得我有多爱硬 A 啊？啊！你们到底是跟失智老人是有什么仇啊？失智老人惹你们了没有？那个苹果形状兔子，不要了，好好猎奇哦！今天不要这样好吗？哎，接下来要怎么解？我有点忘了。喂？哦哦，我想起来，椅子可以推，对不对？谁的椅子可以推？专业解谜大师。马斯在体验血就把谁砍死，气死人了，气死人了，气死人了。哦 ，Slam Dunk 主题曲。根本直走就好了，笨蛋才会被碰到。敢第二座，人家说跟黑雪不相上下的神作。我要全面抵制那个作者，我要抵制他，秒下载，秒删除，秒载秒删。啊，灌篮呢？
帮他提升下载量。喵仔喵三是什么意思啦？会喵哦。也是哦，他都已经达到1000下载量了。哦，没有黑哦，是 YouTube 那个黑学院，后来因为有一些关系哦，我要重新弄，对，我要重新公开，因为之前有一些关系，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暂时把它私人了，我要再把它弄回来。对对对，做成2000下载量，好高兴呢，该在做新游戏了。Fuck you。拿不到死手短的，哎，我怎么过来？这边就好了。这边我记得就三张嘛，三张而已。白猫冲下载了，也是吼。啊，我要纯实抽那个抽茶熊了。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故事有点不合理耶。你想想看，哥哥如果能够复活弟弟，那一定是在等离开医院之后，对不对？那如果离开医院的时候，通常他在医院住院应该休息要个好几天，然后回到家找叔叔再实行这个计划。那时候弟弟的尸体应该都腐烂了吧？弟弟怎么复活的？不觉得很不合理吗？或者是弟弟的尸体应该已经被火化、被骨灰了吧？而且话说回来，居然要复活，为什么不弟弟、妈妈、爸爸全部复活呢？为什么就只复活一个弟弟呢？反正都已经失智老人，再惨也不会比那样惨吧。哎、欸、哎、欸，等一下，哦、oh, shit， 哎、欸，等一下，哦、oh. ，我有玩星岛猫啊，星岛猫很白痴啊。我查熊哦，卡苏米啊，南角我投尸剑。还有就是很骚的那个猫猫，两只手猫咪的那个男角。干，可是死了还比失智好，好不好？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失智有比死了好吗？好吧，都是魔女的错。那也真是蛮衰的。你想表示什么？狮子是热的衰的。你想表示什么 ？fuck。收集要素吗？我有收集要素妹，没有收集要素吗？哎、欸，这边我有印象。然后我要拿纸笔，对不对？
多跟他讲话。我知道怎么解结局啦，我大概我已经知道怎么解结局啦。不行，要追到最后才能给他那个。猫咪呢？喜憨儿呢？喜憨猫。哎，凯瑟，晚安。他的猫是白猫，尽快给他吃饭团。对啊，这只是土方猫啊。哦。哎。哦，我拿错饭团了，拍谁拍谁？我拿到那个昆布了。记错了，你刚开始看二十，没有吧？我台有二十过，你是看哪片游戏啊？你是不是看到我要收台的人数啊？靠刚开还是刚收的神速啊？啊，狗什么？是狗锤子吗？啊，月之齿轮。哦 ，OK OK。哦，想想哦，接下来要去左边处理那个喜憨妹嘛，对不对？这时候的客人还没有来，然后我要去。对，好，你们开心就好。这些人哦，给他吃饭团，去吃饭团啦，死猫猫！啊，猫屁！为什么猫咪上会带个铁锤啊？真的很莫名其妙哎！为什么猫咪上会带根铁锤？真的很不合理，你们不觉得吗？然后我接下来解这个谜题啊，对，我记得很清楚。台北康斯坦丁绝非浪得虚名。首先，正中画个圆，里面画个三角。然后下面画个星星，右边画个 Y。57是不是？
就是九点工作，两点打工，没奶是沙巴跟罐头。OK。专为专业的猫咪，带一只铁锤是非常合情又合理的。所以这样讲，猫咪就是机车维修员哦。我前两天变冷，我在家里后面那条路散步的时候，就都没有看到猫猫了。我没有玩魔女之家呢。没有，我们不是恐怖游戏三要素吗？日记、钢琴跟那个太熊宝宝啊。我家没有啦，我是家后面那个捷运靠捷运那一边。然后这边有没有东西要拿？我忘了。哦，有有有。看每个恐怖游戏都有日记好吗？你们有没有觉得玩过哪个恐怖游戏没有日记的？你们不觉得每一个游戏都有日记吗？天之痕很早吧，天之痕第二片了，天之痕是我实况第二个作品，还第三个。天之痕是有那个不听人讲话的育儿，对不对？那应该是第二片。啊，有啦，我知道你们说有可能我实况有20个人，可是那个很早很早了呢，那个是我在我正式实况之前的那一种。爱刀库玛，库玛酱。卡哇伊呢？寄生加卡，看寄生加卡那个鸡巴的游戏。对啊，咱们日记一定要东一个西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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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一个东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北一个南一个，南一个北一个，东北一个，西南两个，西西北两个，北北西三个。那么日记呢？到处都是，现实中最好你会把日记撕的一页一页放在那边，因为肯定命低恐笑，这样脑子有问题。哎，贾飞天，太长了，主要是那个海产它记录整个都乱掉，我一直没有时间弄。我知道我说我要弄，我一直没有时间弄，真的，我一直很想弄，是认真，我一直很想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fucking 认真的。哎，弟弟你好 ，fuck you。对啊，《轩辕剑》就我最早实况第一部作品，《轩辕剑三》呢。感谢，叫我再玩一次！妈的，你们，妈的，你们这些混蛋！有啊，我玩拜尔六，可是我好像没有实况吧？哦，有。来找工读生帮我用，干我没钱付我，我最多可以请你们吃饭了、啊，这样行不行？我真找工读生，我只能请你们吃饭，嘟嘟嘟嘟嘟。帝王引擎，我在那边要全副攻读的时候，可以请你们吃饭倒是可以的。那时候就对啊，那时候刚好啊。哎，他们光吃饭会破产。那没有办法开放，那要一个一个加。你如果说是退取的话，我必须要一个一个加。对，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开放，直接让你们谁想捡就捡，这是问题。对。而且
且比较麻烦的是，如果我开放让你们能剪，你们就可以塞影片。那当然，我不是说怀疑你们怎么样，但是你说对不对？难保不会有一两个，难保不会有一两个人那种，就是，对啦。当然，如果说除非我要锁定啦，就没有办法说，就是说要加几，就加几个鸡排试营业是可以啊。走啊，今天晚，不，今天晚上我可以吗？明天晚上其实可以耶。我们真想吃鸡排了，明天晚上还真可以去吃哎。没有啦，因为刚这样讲啦，最早我有开几个人剪，但是其实就那时候只是哦，我跟你讲，我其实有开冬夜剪，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我玩一片游戏叫做那个什么恐怖森林吧，还是什么忘了，就是有一个有那个娃娃出现，我吓到的那一片，然后那一片我不敢看重播，我怕被吓到，我就把那个我就给冬夜就是拜王给他那个剪的，跟我说你帮我剪精华，我不敢再看那个影片了。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给他。澎湖太远了啦，澎湖怎么办？澎湖吃飞机啦。哎、怎么解啊？靠，忘记了。那很久啊，对啊，跟那边心灵臭臭超重的。在找弟弟聊天，可是怎么跟他聊？现在还没遇到他。对对对对对，有个小女孩那个，其实现在想想也没有那么可怕，那个时候就很可怕了。不行啊，可是我跟不上去啊。啊，有少吗？我想一下哦，我刚刚前一个存档点在哪里？可是他就直接走掉啦。我试试看好了，那我试一下好了。啊、他就鸡巴人啊！哎，君安，拜王，他最近他的猫有问题是不是？我看他之前说他的猫好像有问题。敢吃螃蟹，我也想吃螃蟹。飞机比螃蟹好吃好吗？对对对，库拉伊摩利诺亚卡，对对对，那一片超靠北的，那片我没有印象到他搞那个点，真的有点被吓到，你知道吗？猫咪会尿在床上，为什么啊？你要去 YouTube，YouTube 有 ，YouTube 我有放，你可以去找那个短片精华还是什么的，里面有那个，好像长片也有放上去，你去找看 ，YouTube 有。海产很经典啊，海产是很棒的游戏啊，可是真的靠北难啊。你们知道海产那个我第二轮就直接开金手指下去玩的。我海产是第二轮就直接开金手指，最强枪改出来还完成那个样子，无限子弹不用填弹的那个金手指，无限补血包还完成那个样子，你们就知道海产那个有多靠北了。其实第一轮结束后是有那个无限手枪啦，其实第一轮结束后你评价 C 以上还 B 以上就有无限手枪，我也拿到了。可是无限手枪其实就还是有一个极限，就是敢怪我咯，怪我咯，换你们快开台打海产。欸，之前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人玩海产，然后我还追随他有去看，可是他好像也没有玩完。他好像打完了温尼啊，没有，他没有打完温尼，他打完了 Tokyo Tomale， 就那两只那个蛇怪好像还没打赢，然后就再也没看过他开台玩那款游戏了。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在玩海产少女，我就进去看，居然有人在玩还是日文版的，我就看他玩，然后我就看他打那个 Tokyo Tomale 那两只，然后打到受不了，然后就关台，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他玩过这款游戏，看他好失望哦。
所以可以硬去是不是？就寄生纠可啊，寄生纠可。哎，稍微偷看一下吧，就都那种的啦，一加那一卡，偷看一下吧，見てみよう。哦，我出来了。今入るじゃしただろ？你想进来对吧？啊，バレた，暴露啦。想进哪里？进去弟弟的门。哦，最悪，差劲。好啦，さっさと行けよ，快滚！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呢。妈，鸡塞，吵死了你！滚！哦，男的哟，干嘛啦？我不跟你说话，也不会跟你说话的。啊，吵死了！啊，ほんまで。俺のいない前に啊，彼女できた。哎，我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交到女朋友啊？哈？我为什么要说这种狗屁话？气死我了！啊，その反応はやっぱできてないのか？这种反应啊，果然是没找到呢。哇哈哈哈哈，刚才的哥哥也很鸡掰啊！お前全然素直じゃないもんな，因为你一点都不老实嘛。なんだよそれが、悪いよ順調になくて，就算没有女朋友，我生活也没问题啊。我还不用给他生日礼物，哎，超爽的啦！怎么样，有错吗？啊，お前啊，你呀、啊。就是不擅长啊交女朋友啊，到底是不擅长交女朋友，还是恋爱自尊很高呢？啊，中学的时候啊，人家女生喜欢你，你还很冷淡呢，啊，就是这样啦，大家都这么说。マジかよ、最悪、错在啊，好丢脸啊。そこ前なんとかフォローで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れよ啊，好、啊、我没有跟着你之，没有那个跟着你之类的。哇，そんなするわけないだろ，怎么可能啊？他说好，他已觉得他没有在跟着他看，怎么可能？那么有趣的事，我当然有看啦！气死我，气死我了！啊，这个你这个看人家恋情人最搞，以为人家恋情很有趣，气死我！不跟你讲话了，绝对！啊，一走后啊，啊，やってみ啊啊，你试试看嘛，哥哥会帮你加油的啊！おい、おまれ、マジで無視する気か？你真的不理我吗？欸、マジ真的吗？喂，你真的不理我吗？啊，じゃあお兄ちゃんがパチあお兄ちゃんがパチャオかな？那哥哥继续说喽。啊，小学的时候呢，啊，你有那个什么狼哎狗 key 不理什么蟑螂什么狼塞鲁狼塞鲁，忘记狼塞鲁是什么东西了。之前好像有人讲过，可是我忘了什么在什么里面有个蟑螂，然后引起了一个骚动啊。然后 class 那嘎嘎啊，然后班级就在看那个 Homaru 你的什么 Lang 的 Seru 的那个事件，阿雷哇那是啊，其实把蟑螂放进哦书包哦对对对双肩书包对对，大家在看着书包，其实啊放蟑螂的是我呢，诶啊其他 mini 啊，话说回来啊，之后啊我还后之后啊在你的那个马克杯水杯里面放蟑螂的人，那个也是我哦。但是啊，放在铅笔盒里的不是哦，那个是爸爸放的。你们全家都很讨厌他嘛？弟弟有那么可怜啊？诶，下贝拉奈嘎不说话吗？那个西不对呐！啊，你真能撑呐！じゃああれはならどうだ？啊，接下来换这个吧！啊。中学的时候啊，我们家族一起去温泉乐园去玩嘛。那个时候啊，我说什么？我跟 Homare 说什么？右脚那边什么？哦，不要把那个钥匙吧，就是不要把那个，你们知道就是那种保险柜，就是那种有没有温泉或者运动馆保险柜，不是有个扣环吗？可以勾在手上或脚上啊。说你不要把它装在右脚上，还记得吗？啊，因为啊，你老师之前啊有习惯把那种就是锁那个保险柜的锁，就是钥匙扣在右脚上。啊，でも、お前バカだからいつも啊，但是你老是这样无视我的忠告，还是放在右脚上，对吧？啊，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啊，在你洗澡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奇怪的视线吗？
在我身边的客人啊啊，都在盯着你看的。どうしてか言うと，要说为什么的话啊。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是什么健康烂的？没有，那是锁啦，那是没有，他讲的是那个锁，因为他就是我觉得我看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他们那种就是。他们那种保险柜的锁，你锁好之后拿下来，那个钥匙后面会有一个那种弹簧，有点像弹簧，就是绑绳。那个绑绳是就可以让你勾在手上，或者是勾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可以进去泡温泉。你就是可以让那个东西勾在你的手上泡温泉，然后出去你再把东西拿出来，就是不会不见，应该是这样吧。他说。那个时候去，这句我看不太懂。他说那个时候去的健康那个浪斗，然后会有什么 arch 系人什么意思？然后遇到那些人，他们说那边有个 OK 的标志，就是表示右脚跟有那个锁。我看不太懂。豆，你现在想什么呢？想说话了吗？你再不说，我就继续说可怕的话喽，认命吧。所以我那句看不太懂了。OK， 所以跟右脚的那个锁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其实看不太懂，他说 arch 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哦 gay 哦，哦，哦，所以是假，哦，所以是 gay， 哦，所以是给假假圈的 OK， 就是说你把那个健身房的那个钥匙勾在右脚，对对吧 ？OK， 靠背是这样哦，我不知道哎，糟糕，以后该勾哦，不是以后不该勾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可我回头我都不知道，真有这种事吗？等一下去查一下，真的有这种习俗吗？把那个健身那种东西勾在右脚上是这样的意思哦。那中国の前が好きだ女の子いるんじゃ。那中学时候你不是有个喜欢的女孩吗？啊，那个大小姐的那个啊，跟那孩子说话啊，正好提到你的事情。等一下那个孩子说你呀 啊。就是嘴巴不好，好像有点恐怖呢，啊，然后啊，我还很努力的要试图挽回你的名誉哦，啊，ずっと時、大きな写メに見せて、お前のベッド周りに，啊，说是说他在他的那个。哦，他就说，我就好像是给他看他的照片吧，还有在床周边的照片，还有在那个客厅周围妈妈所收集的那些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个娃娃的照片，那些我全部都拿过去了啊。然后呢，哦，然后他就把那些妈妈的娃娃全部放在你的那个床旁边，然后拍了张照给他看。然后呢，他就给那女孩说，你看哦，其实我弟弟每天都跟这些娃娃们一起睡觉呢，这样子，欸そしたらあの子はびっくりしたぞ。那然后不知道什么米，可能是母米，可能是鲁鲁米，对，鲁鲁米的娃娃一起睡觉，然后他就大吃一惊，说原来他有这样的一面呐、啊，真意外啊！果然不能只看外表呢。这样だってさ、你このクソ野郎、王八蛋！嘿嘿，哈，哟，しゃべっちゃ，你说话了呢，我得一分。豆达怎么样？我认真起来啊！怎么样？你还要再跟吗？嗯，来来来，听我说感想啊！你真是差劲的垃圾啊！我是很认真喜欢他的耶，都是你的错，害我被讨厌了，混蛋！希望来台湾那库那加那一个，你没有被讨厌哦，因为啊，之后他就说啊，其实啊，玉啊没那么恐怖嘛，他这么说啦，嗯嗯，他还说了，嗯，他搞不好喜欢你哦啊，他说。啊，他对那个啊，说他对那个鲁鲁米好像也有兴趣呢，你还记得不是吗？诶，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的对鲁鲁米有兴趣是这么一回事，真的假的？啊，混蛋！哇，快谢谢哥哥吧，那都是我帮你制造话题的呢，感谢我吧。哎，如果你那时候好好把握机会就好了呢。所以我感谢什么的？啊，混蛋，你就气死我，气死我了。啊，好了，你别说话，快去左边的房间吧。哦，好了，没有了。看着哥哥根本有够鸡巴人。
宝辉哥来。OK， 哎、欸，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这边有没有直接比较简单一点的攻略。看这边要怎么按比较快。啊，这边没有。啊，看一下要怎么走，我忘记要怎么走了。这样吗？还好啦，我觉得还好。我敢提莫伊，怎么硬哎？这是智慧的结晶，好不好？气死我！你们那些不懂智慧的结晶。Rocker Force, thank you for following. 谢谢。放右脚是攻受都可以，但是偏受。我不想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我其实没有很想知道，好吗？你好，王胖man，为什么有王胖man啊？然后想要 Google 小姐唱的王胖曲面，王胖。他们俩关系根本就很好，好不好？这边有第一个，你看这边有第一个，靠，这太阴险了吧？谁会记得啊？然后。这边还可以再找弟弟吗？应该不行了吧？弟弟这边可能也有一个，啊，弟弟这边没有，
对啊对啊对啊 ，One Punch Man 的热唱，对啊 ，Google 翻译那个，那超好笑的。没有没有，这是第一个，我看攻略的，这是第一个。没有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这里有写，这是第一个，除非他要改攻略。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应该是这里没有错。这里也有一个，大家全部调查过一遍吗？啊，我还有种类没调查，我应该都调查啦。这边是要调查到他的那个东西，然后第四个是什么？下午六三。靠，他下一个在这里耶！他下一个在这里耶！靠，这谁会注意得啊？这谁会找得到啊？我最讨厌那种地毯式搜索，你知道吗？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下五六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快哦，快哦！这里也有啊，这个太难了。三，看你在地毯式搜索、哦。叮叮叮，哦，这边有了，这边追逐战了，来了，职业训练过的追逐战高手。苹果的 BGM 比较好啊，
多欢乐。打狂进入了专业训练。哎呦哎呦！哈哈哈！低智能生物。地毯式硬 A 还有一个游戏叫轻轨，轻轨也很多地毯式硬 A 的。为什么要放那个脸呢？轻轨有那个、啊，有一个在那个地毯，那个最扯啊！然后、哦、弟弟也在这里哦，这谁会知道啊？哥，这真的太扯了！我都不要讲，这真的太扯了。哇、啊，这种就真的不好。我觉得这种不好，这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这种，等于你就是一定要每个场景那边硬 A 才找得到的东西，就真的没什么意思啦。我觉得这种要硬 A 才硬得出来的东西，真的没什么意思。又没有提示，就你知道人是用大脑做智慧的，你这样就不对了。你的爹又哪里奇怪？又哪里奇怪了？